我明白你什么意思。视频我看过了，我们跳上河走不出来的事情。每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说！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从现在开始，爸爸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。 你来不跳，才刚刚开始。他侮辱了我的女儿，伤害我的家人，我们才是受害者。还重要吗？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，也没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。能做的只有等在你们前面。